好的，现在呢要为您介绍到的就是呢我们的三组来宾成功的进入到了我们的智慧王啊。今天呢很特别哦，有呢中英文的老师啦，还有呢网络达人哦。我相信呢在我们这个阶段的智慧王呢绝对会是非常的一场激烈激战了。而今天呢要替我们把关的，首先第一位呢是负责我们法律实事的立丰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 Tommy， 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Tommy 大家好， Good luck。大家好 ，Good luck， 大家听到了没有？这种最简单的祝贺词啊，也就是含有最深的含义了。我们的惜字如金，不好意思啦，因为呢，我们在这个 Tommy 的面前，我们都不是大法官，不是 Your Honor 啦，所以我们呢听不到呢，他多跟我们讲几句话。不过他今天呢负责的是我们的法律实事的部分哦，所以大家如果对法律有了解的话，可以挑战一下。接下来呢，就是负责我们健康养生的许氏深夜集团的 William Lin 林副总，欢迎。哎，国栋啊，参赛的老师跟学生们，电视机前面观众大家好，许氏深夜集团 William Lin。好，欢迎林副总。接下来哦，我相信呢可能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哦都会带着小朋友啦，或者是老师们呢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呢也可以出去玩。出去玩呢哪里最好玩，哪里有最便宜的一些旅游方案哦，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英假期了。负责我们旅游人文的就是精英假期的副总经理 Winnie， 您好。我的各位参赛的来宾还有电视机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精英假期的 Winnie。 有没有什么话呢要跟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说的今天？那我想我负责的这个旅游人文呢，就是我想各位老师搭档就是教育学子嘛，希望他们能够很有成就，然后有很多的才艺。那我想行万里路跟读万卷书是一模一样的重要。好，谢谢 Winnie。 接下来哦是将呢世界变得零距离的 iTopBB 哦，负责我们生活常识 iTopBB 的代表我们的贺婷，您好。 Hello 主持人、参赛选手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iTopBB 的贺婷。好，谢谢贺婷几位朋友啦。现在呢我们的智慧王就要正式开战了。那么呢刚刚呢率先挤进到了我们智慧王的呢就是我们第一组 Gabriel 还有 Christy 的这一组。现在你们可以在四大题库里面呢先帮我们开一道题库来，请告诉我们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请告诉我们。旅游人文。旅游人文， Winnie 请出题。问一个跟地理上面比较有关系的，是赤道上唯一有雪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一是吉力马扎罗山。哎，林老师，你的灯亮了，来，你告诉我。哎呦，等一下，这个这边好像有点火爆的场面出现哦。走，这边好像有一点点火爆的场面出现。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这边的灯亮了，林老师，来来来，请告诉我你的选择是一吉力马扎罗山。吉力马扎罗山对吗？答对了，耶、yeah! ，没有错。陈老师知道这一题对不对？你跟我用麦克风跟我们讲。我知道这一题答案，而且刚才我觉得林老师的答案是少了两个字，他只有讲吉力马罗山是吗？我在抗议啊，没有意义的抗议，对不起，请下去。今天火药味很重哦，不是学生说要老师应该要听学生的，就是刚刚有一点火爆的场面。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先请Winnie帮我们解释一下。有老师在的时候，我都特别紧张，我就觉得好像我回到念书的时候，怕他们叫我的名字，立正站好，怕他们叫我的名字答不出来。还好我有点准备啊、哦。吉力马扎罗山的话，它是在非洲， okay. 那因为它的高度很高，它将近有5900公尺高。OK， 那它附近的平原其实大概平均的高度都只有大概1000尺左右， oh.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落差其实很大。那它主要的原因，它有雪的关系，就是因为它的高度非常的高，所以它其实在山顶上，它的雪是终年不化的。好，这让我们知道了，谢谢，谢谢，谢谢维尼。现在呢我们的林老师的这一组呢第三组有一分，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道题库好不好，所以大家呢慢慢来。林老师现在呢三大题库里面您的选择是哪一个题库跟我们分享一下？健康，健康养生。林副总请出题。在座都是老师哦，教英文教中文，不晓得健康养生是怎么样啊。那么下面也就是健康的问题啊，保护耳朵是身体健康的重要课题，那么请问下面哪一个动作是不利于保护耳朵的哈？有四个选项，第一个多掏耳朵，第二忌动肝火，三少用烟酒，四远离噪音。请抢答，林老师来。一，哪一个答案？多掏耳朵。为什么？因为本身耳膜的
耳垢是要保护耳朵的，嗯，那你多掏的时候，等下保护膜不见了，对吗，林副总？恭喜你答对！哇，不愧是老师哦，太厉害了！可是他刚刚这样子的解释是对的吗，林副总？几乎接近了，就讲他讲到一个最重要的是耳膜的部分哈。啊，那么因为你在多掏耳朵的时候呢，其实它会碰容易碰伤那个耳道，对，会引起感染发炎，所以那是不利于的。有时候还越掏越里面，会很可怕。对对对，所以很多人说奇怪，为什么耳朵痛？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太常掏耳朵。是是，谢谢林副总，恭喜呢，我们林老师的这一组非常的厉害哦。现在呢已经有两分了，我们现在还有两个题库，林老师您想要选择哪两个呢？生活常识还是我们的法律时事？请选择法律。法律，好的 ，Tommy， 请出题。你好，美国是世界上对智慧产权保护最完善的国家之一，请问1997年之后创作发明表的作品 copyright 就是作者之保障期间为如何，就是 copyright 可以有多少的保护期间。一，制作者加就是过世以后加10年。二，制作者过世以后加20年。三，制作者过世以后加70年。是制作者过世以后加50年。请讲。哎，林老师非常的快速，来告诉我们。20年。为什么？据我法律有的一点认知哦。Okay. 如果说像公司法或者是智慧财产权的地方，可能时间它是到药，像药的话可到20年到30年。好。那这方面我大概知道应该是10年到20年之间，那我是抓20年。抓20年。对吗 ,Tommy 律师。错。终于给陈老师按到了。来，陈老师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我选一。有生之年之后加上死后10年。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只能保留10年之后变成公共财产。哎，我大学的时候学过这一题，可是我完全忘记了，对吗 ，Tommy？ 对不起，错了。啊，终于到了我们不是老师的两位啦！啊，放轻松，放轻松一点，跟着我们一起放轻松，深呼吸。来来来来来 ，Christy 加上 Gabriel， 你告诉我们你们的选择。我闭着眼睛选一个，第四个，50年。50年，对吗？对不起，错了。所以是70年哦，要不要跟我们补充解释一下，唐明老师？所以制作权就是 copyright， 它就是制作就是 author 他过世以后70年就会就是这个就进入 public domain， 就是刚刚第二号老师说的公共领域，那这时候就是大家的智慧产权了，就不是。Okay.在一个人保护，那这个那个 copyright 跟商标的不一样，就是说商标可以一直更新，一直更新，所以为什么可口可乐的商标永远都是他们的？但是 copyright 就好像是一首歌、一部电影、一本书的话，对不对？好比像 Happy Birthday 的那首歌，它 copyright 它就是有70年的保护，那70年过后以后就是社会的了。哇，老师，那我手上有一些我自己创作的音乐作品，我也可以请教老师帮我这个申请一下吗？为什么现场又有工作人员笑得很开心？我是创作型的歌手啊，真的也是可以问老师是不是？请教律师，不要请教老师。请教律师您。对对 对，被律师骂了吧？你看。对 对, 對。好。今天呢，我只能说是我主持生涯里面压力最大的，好不好？我的左手边呢有律师，我的右手边呢有老师，非常的厉害。大家呢竞争都非常的激烈。我们现在的战况呢还是一样，就是我们的第三组呢有2分，那么只剩下一个题库了，就是我们的生活常识了，请出题。好像美国总统呢选举是4年一届，然后连任不能超过2届，然后每个总统呢都会对人们生活的改变有所自己的提倡，像现在的总统呢，美国奥巴马总统呢是提出了全民健保，那么请问美国哪位总统曾大力提倡生活礼仪的重要？第一呢是华盛顿，第二呢是林肯，第三呢是Jefferson 杰克逊，还有第四呢是卡特。请讲哦，林老师，你的速度真的很快，来告诉我们。卡特。为什么？华盛顿跟林肯时间比较久 ，Jefferson 他是讲到独立宪言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卡特。
哦，很有一番见解，对吗？不好意思，答错了。哎呀，来第一组 ，Gabriel 跟 Christy 的这一组，请告诉我们。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是答案的，我猜应该是杰弗逊。两位同意哈，好吧，杰弗逊对吗？不对，也不对。好好好，上次不信，你不用按了，不需要按了，也不需要再打这个任何的东西了，桌子也不要打了。来，陈老师，你告诉我们。我们觉得是一华盛顿。华盛顿对吗？对，恭喜你答对了。耶、yeah! ！为什么呢？他是国父，创国要有他的礼仪，所以这是重点，生活的重点。谢谢，谢谢我们的陈老师。哦，陈老师，你真的让我回到了以前在亚洲读书的那个时候的感觉，很棒。所以呢，现在的战况呢，同样的、哦、非常的激烈。我们的陈老师这一组呢有一分，那么我们林老师这一组呢有两分。在这边呢，继续加油了 ，Gabriel 还有 Christy。现在啊，陈老师的这一组刚刚是你们答对哦。我们现在四大题库呢，全部又再一次打开了。所以呢，请选择你们心仪的题库 ，Hank 帮我们选择一下。来，生活常识。生活常识，好的，请出题。大家都说牙疼不是病，病起来要人命。那么请问，一天中什么时间口腔里的细菌最活跃，此时也是最理想的刷牙时间呢？一中午，二晚上，三清晨，四下午。请讲答，陈老师。你们两位，我们觉得是清晨。为什么？因为你经过一天晚上的睡觉，你的嘴巴、口腔是温热而且湿润的状态。OK， 好，所以细菌应该是最多。对，清晨对吗？对不起，答错了。陷阱题，林老师，喂，请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晚上。为什么？因为整个一天吃完三餐之后，那个细菌的参与量是最多的。这样子的推理好像是对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我们都一定要刷牙，好吧？晚上，对吗？对的，没错，没错。一天下来，我们吃了这么样多的东西，然后一天下来了之后，嘴巴里面累积下来的细菌当然是最多的。在这边呢，非常的恭喜我们的第三组呢，现在已经有三分了。好，我们大家第一组的朋友要继续加油了。来，林老师，我们现在呢还有三大题库，您的选择是。健康养生，林副总，请出题。关于食物的部分哈，鱼类呢富含营养，下面哪一种情况在你吃鱼的时候呢，反而对健康是比较不好的哈？怎么样吃是比较不好的哈？第一个跟饭吃，第二蒸鱼汤，第三空腹吃，第四煮鱼粥。请抢答。林老师好。煮鱼粥？为什么？这一题是用猜的了，真的是用猜。好吧，煮鱼粥对吗，林副总？对不起，答错了。哎呀，猜错了。来，第一、第二组，好，陈老师的这一组，请告诉我们。空腹吃。有任何的一番见解，还是用猜的？完全没有任何见解。好，老师的诚实 ，I respect。没有任何的见解，对吗，林副总？恭喜答对。太棒了！来，我现在呢，来请林副总跟我们讲，为什么呢？空腹吃不好？应该这样讲，很多人就是说空腹吃哦，那么就是说，那我喜欢吃sashimi 哦，那么空腹吃很好吃或怎么样？其实你要注意一点哦，日本人他真的是很养生，他在你吃sashimi之前，他也会给你喝点汤，吃点前菜。哦、其实空腹吃对。空腹吃鱼其实是不是很好的，因为鱼本身呢它是富含嘌呤，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来分解的话、okay. 那么你整个一个这个人体就会酸欲就会产生不平衡的状况、所以不要说产生一种状况是说哦我空腹吃才是好吃最好，那其实是错的，是这样子。现在我们知道了，谢谢林副总。以后吃鱼的时候呢，先吃一点别的东西，填饱了肚子一点了之后呢，我们再来吃鱼。在这边呢，恭喜我们的陈老师哦，现在已经有两分了。现在还有两大题库，陈老师，你要选择哪一个题库 ？Hank 跟陈老师，你们可以选择了。Hank 选。2016金头脑由南加州 Toyota 经销商 McDonald's。许氏三叶集团 ，iTalk DB， 精英假期 ，ADATA， 皇都电器。
赞助播出，特别感谢指定模特儿 Tina Modeling。